今天呢，清案行动啊，清到我村里面了。现在我家也挨清了。我叫人过来看那个木头，现在开始砍树。清案行动。在那里面，我的那个木头，我的在里面，估计这两天也要砍了我的。那帮老板呢？那几个老板来看木头了。我的这块15000，长不大了，那木头已经太老了的，怎么撒肥料都长不大了。关。这种可以拿来炒，这种拿来炒的。这种可以拿来炒的。小时候经常拿这种拿来炒。太阳果。我这一块已经拿钱了，逃不掉了，然后这边全部清完了，不知道种什么喽。